先广和文天元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这时候有问题也只能说没问题了，还能怎么的？就跟着你老公拼呗。今天我一定证明给他看，我最勇敢。是的啊，我们都看着，全国人民都看着了啊。好，来，计时开始，冲！先广还有天元两位今天都身着德国队的队服。我们的世界杯马上开始，有很多中国球迷非常支持德国队，够勇敢，随时准备着最猛的一击。好了，小心天元，天元到中间，加油！好看，两位是非常乐观，他还能很轻松的跟老公说 OK， 抓脚扶好我呀、啊！不行不行，太晕了，我可不行，拔枪了，快点快点。移动一下，移动一下，双脚双脚，我哪里移？往前面移动一点，什么时候不犹豫了，跳！什么时候跳？我就看着看好了。加油！一、二，不行，三，跳！我跳不起。哎呀，我的牙！牙跳不起来，你别犹豫了。我去拖他过来，好吧？哎，这个靠谱。今天我一定证明给他看，我最勇敢。我最勇敢，最勇敢，不行，太快了！你跳了，跳了，跳过来了，不怕了，跳了，跳！哦，抓住了！哦，快到中间，中间！天哪，我们以为他晕了的时候，他现在跳过来，还在那里，手舞足蹈的跳舞。你可以抱住他。黄建国，好，没问题，等我过来。好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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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！超感动，哎，我知道两位现在一定特别累，但是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？我没掉下去，太棒了，我老公太棒了，哎，旁边两位帅哥太棒了，主持人太棒了，没有落水的哦。听说你们两个在来之前是一直对彼此有一些不满意的，你对老公为什么不满意？比 KK 稍微矮了一点，希望他的身高是达到，你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哎，我才1.87米嘛，哇、哎！告诉大家，他们的成绩是2分28秒，加油了，亲爱的。